三狼区绕过来，两边的打野有可能在四鸟区域相会，有机会哦，这边要相会了，相会了。但是库尔这边是直接变回锤形态，血是交了。PVP Staya 这边是中了一个蜘蛛网，往前滑步，拼的血量非常危急，剩两百点血量，难道要被单杀了吗？蜘蛛上吊是被他赶过来，拼的交了闪现，后方是一个三加一，但这里的话 PVP Staya 应该是要离开了，而且对方的吸血鬼也是交了双招，就是为了逃离对方 Rocks Tiger 三人的夹击。哦、Rocks 这边的处理非常细腻的点在于，哇，这个隐形没有命中，但是 Smab 开了火焰喷射器来烧 PVP Staya， 血量只剩最后一点点，连 Smab 也是交了闪现，打架的话 Lucky 是绝对不会出现，看一下剩的这个嘲讽。没有释放出去，但是闪现直接硬砍，利用这个契合闪现斩掉了 Smap。 哇，这看来有点糟糕啊！拼的上吊，赶快逃跑。再一个隐形先把 Kuro 给留下来 ，Kira 这里中路杀神爆了一个血之潮汐，再加上 Smap 一下的普攻，把 Kuro 也给斩下来。两个人头在上半部野区直接拿下来。难道本没有凶？他在草丛被人家凶一套。我觉得关键是蜘蛛自己送了他，送了这一个开口，蜘蛛是送钱。哦 ，Nikuri 是开了一个通道，把 PVP Stayax 给。一起传了过来，但这边格雷夫是硬身跟 Prey 来互打，被上了虚弱， Prey 这边是缴了治愈，再缴闪现，完蛋，这上下两路的招式全部都缴光光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杰西也开始跑线，水球是往到了 Liquid， 看起来这个位置有点危险，蜘蛛先上架 Peter 这边有一波机会可以做击杀，但是蜘蛛网出手没有命中， Kuro 在下路的地方先杀了对方的金 Americo， 但是反而是炮塔的伤害。让 PVP Stayax 收下杰西这个交换，这波有点太贪心了、哦、，Rocks 在想扛不住。哦，上路是 Smab 跟 Smurf 的对打，离子火箭放下去，这个杀不到，这个就是逼退而已。哇 ，PVP Stayax 又来了 ，Smab 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PVP Stayax 往前硬滑，靠着圣城并肩作战，想要用嘲讽来留住 Smab， 但是并没有释放出下路拼的再一波，丢了蜘蛛网的 Miracle 中了水球，被 Prey 拿到了这个人头。哇，真的是很凶哎他。而且 Kira 这边的话也是不太给对方的杰西面子，没有出任何的物防装备，先出了一个多兰盾之后直上了燃烧宝石。他没有出物防，他直接出血量啊，他直接上血量装备。但是 Kuro 看到你没有物防，我就直接上来打你了。往回 Kira 开了鬼步加大绝 ，Kuro 这里是开始往后拉掉，因为后方的格雷夫也赶过来了。Kira 是交了血池，格雷夫往前闪现来硬点 PP Cax 的大绝龙争虎斗，拿到了击杀。Kuro 这边这一场打的真的是该怎么说呢？有点拉。这个 Rocks Tiger 在前面怎么打得非常的凌乱？我们一开始不是讲说这个他们这个打稳就好，我觉得他们这边有点太小看对手，有点轻敌。哇 ，Gorilla 也被缓住一点算的控制，再加上第四枪啊 ，Miracle 的第四下低雨伤害，直接把人鱼 Gorilla 给打死。我觉得他们这边有点太小看自己，怎么感觉有点玩开了、啊？对，因为怎么讲，就是第一场比赛。我觉得如果出现一些失误的话，可能是手还没热开。但是这一连串下来的 play 感觉上是调整难度，不是，就是怎么讲，调整难度。应该说 ，Rock Tiger 感觉上有点打得太松了，有点空。对，打得有点太松懈了。但是 Smurf 在上路被烧了，只剩下300滴血，最近是比较少了。因为这个，我现在看眼睛看那个看那些比赛跟数据，看到眼睛快秃了。好，来看一下 Peanut 从自己的红 buff 区侧边绕了过来 ，PPC 找到机会要跟 Peanut 对打。哇 ，Peter 这边是直接半血，而且并肩作战。格雷夫是直接过墙，隐形出手 ，Smurf 没有朝到 Peter， 但侧边的话，下路这里是一个四夹三的局，凝之命运丢出去 ，Prey 利用滑步躲过，连 Kira 都赶过来了。哇，这边真的是凶。哇 ，Kira 交闪现，想硬爆啊！这里闪现意义不明，但 Kira 交了大绝朝闪，把 Peter 留下 ，Peter 倒了，被 Kira 收下这个击杀之后，下路的击杀。这边有点太深了，还要继续进行啊 ！Americo 直接开了狙击 ，Prey 是看吃了图图把小兵全部扫光 ，Kira 这边中了个水球之后被 Prey 给拿到人头 ，Kuro 也赶得过来变回全形态。哇，下路的 Absolute Nuts 这里是 Luxura 是吃了太多的防御塔伤害，一接连倒了两个人，而且看起来这边 Rocks 还可以继续做后续的伤害补足，就看下 Kuro 这个电磁脉冲。直接把 Americo 给打到这一只小兵，直接扩散到他。走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极细腻的那种。这个我刚刚看的下半部那个选手画面的话 ，Pina 笑得很开心啊，但是打得还蛮放开的，打得还放得蛮开的。但以现在来说的话，这个 Albus Nux Nuna 其实并没有，他这个吃兵并没有，因为他这个吃兵跟我也是蛮像的。什么？他这个吃兵跟我也是蛮像，他这个塔下塔尾吗？这个塔尾五只肉四只。陆贤，我最近播那个什么 W 的比赛之后，常会念错名字。你说露西恩吗？但是播这个露西欧。好，下路是一个强势的 TP， 想要来夹杀 Miracle， 血量只剩下400滴。哇，这个火箭下，天哪，好惨啊！这就像 Leo Boss 讲的，只要是被
Map 撒一个大拳，那一只镜就要倒下了。没错，哇，现在 PPT Stayax 就算身上是有着巨量经济的情况下面，也无法抵抗自己双人线先倒掉之后下入这个防御塔的陷落。蜘蛛先上吊躲到了竹棘旁边， Kira 赶了过来，但是先用龙根舞动往后撤退的葛雷夫侧边 Kira 被抓秒了，被秒掉，血池都没有机会。现在骷髅还想要往前硬压，就是把 AD 留在下路，然后把线拉着，让辅助可以积极的跑线。哦，他这边还是他们这边。哇 ，Pray 开启了鬼刀 ，Kira 是马上被逼出了血池，但 Snap 手中扣有等离火箭大绝撒下去，把 Liquid 直接卡在了边边上面，马上开了奇怪旅程的通道，往侧边一逃。哦 ，Liquid， 哇，中路还想用手一个大绝烧88，中路是感觉到没办法守了。现在 Rust 三个多人的集结，凝致命运 ，Pray 用滑步躲过，漂亮。应该说是 Rock Tiger 这边的组合就像一开始 G2 的那个组合一样，但是呢，他们这边送的还没有 G2 大，所以他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伤害还是打得透的。没错，开启了致命伏笔 ，Kira 这一套的圣德并肩作战，增加血池，看下 Smurf 的嘲讽，先嘲到了骷髅，但是 America 的狙击感觉是没有命中的，远程的 Kira 伤害再搭配致命伏笔的伤害，直接把骷髅给挠掉了。而且 CS 是落后，这个领先的 America 60只。Smap 从侧边包过来，想要来包夹 Smap 的肾，肾先用隐袭朝住了 Smap 开了火焰喷射器 ，Pinner 的蜘蛛网命中 ，Smap 这边逃不逃得掉？有着大面具继续往前烧 ，Smap 开启了一个立场 ，Liquid 也赶过来做支援。这里的话，肾是活了下来，连闪现都不用交。爆满真的是很厉害，跟我的不太一样。这就是为哎呦，绑到了，绑到了，等离火箭一下，会这里应该是会被对。我就想说，应该是会被这个李安卓折磨的 Tick 给跳了。不会、那個，不会吗？那个折磨只会折磨到一切。你在折磨人的时候是不能折磨死。哎，对，这样就不叫折磨，对呀、啊，就杀，就变谋杀了。格瑞亚是先交出了自己的大绝跟闪现 ，Map 还有高压鱼叉，这边是把目标放在 Liquid 身上。大绝凝之命运还没出手就已经倒下了。这一波是 Rock Tiger 在上路多人的人头进账啊。这一场 Smap 也是哇，中路的话 Kira 也是非常危险，想要来互秀，中路杀着 Kira 和 Pray 的对决 ，Pray 没有死 ，Pray 的这波操作好细腻，好漂亮、啊。Kira 是用火箭腰带贴到 Pray 的脸上，但 Pray 往后滑步点了两枪，直接把他头给点掉。没错，非常帅气的操作。下路已经压到了高地了 ，Maxula 没有想要开吗？这里的高地已经快要掉了，一个水球先把格雷夫给网住，之后后方致命伏笔出手，格雷拉这边是被留住了之后，哇 ，P P Stax 进场，他有胜的兵刃作战，但侧边结界伤害好高。这里的 Liquid 已经倒下来之后，是直接踏上了高地。Snap 这里还有惊人，惊人结束之后 ，Snap 被雷斯拉给射倒，再加上 Kira 的伤害，这边来做一波的反攻。但 PP Stack 已经被 Pina 给收掉了，只留 Snap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自己的高地塔下。Gorilla， 但 Gorilla 被想要帮他，这里直接被弹跳水柱被 Snap 给朝中。哎呦，没挡到 ，Snap 可以把他给砍下来，没有问题。Snap 这里还能不能存活？没有，在倒下之前秀了一下自己队伍的党徽。我觉得 Gorilla 的。花生屹立不摇的站在对方的高地之下，果热拉这边真的是还蛮可怜的，他想要进来帮他，就从旁边蛇里来，就蛇里。哇，再一个电磁脉冲 ，PVP 赛扛不住、啊，而且这边其实巴德已经补了两下，才把他补成这个样子。他的鬼刀要直接做开战 ，Kira 开了鬼步往后撤，因为 Smap 这里来到了这个窄口，这个是 Smap 的战场，直接在窄口，我要喷自己加的等离火箭炸 ，Miracle 一声倒下，连格雷夫也活不下来，这个窄口就是 Rock Tiger 可以收尾的局面了。Smap 一个嘲讽，先把 Pray 给嘲讽，这 Pray 哥完全没有在理 Smap 这个伤害量，站着再加上一个锋芒贯穿，两枪的伤害直接把 Smap 给射倒，一波的 Ace。让 Rust 三个拿到了绝对的风向，抵定了，像跟 Shaquille O'Neal 抢篮板一样啊，累死了，非常难应付。这个巴龙应声掉落在了 Rust 三个25分钟游戏时间的手中。这边我相信他要吹这个塔，蓝宝大绝直接丢，他都不用烫到人，他就直接丢一个。哇 ，PPSX 中招了 ，Pray 直接往上一滑，但是现在 Pray 是往侧边滑步，先躲过了 Miracle 的狙击的范围，下而且 Miracle 是被海浪给阻断这个狙击的空间。现在 Smurf 在寻求一个进场的机会，但是 Pray 一个来秀对方三个，而且 PPSX 也要倒掉 ，Pray 点了两枪，都连辅助 Liquid 一起带着对方掉走，接着这个 Quadra Kill 拿到了 Rock Tiger。这一场游戏，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他要选这个露西恩了？太狂了！为什么？你知道凯特琳在27分钟后，凯特琳会有什么装备？凯特琳可能会有一个 IE 加一个飓风剑，然后再加一个黄双刀。